精神。绝了，哎啊！爆板，新香爆板，好，来，开始啊！这回手绢我去小红娘，哎，好。这个吹莺。完了啊！这个小红娘闻听不怠慢，我这急得咯楞上楼房。小红娘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九步十步九步八步七步六步五步四步三步两步一步上了楼房。我这出言就把大姑叫的个连叫大姑听中堂里的病。这几天都回家老了，回家奶奶，回家奶奶，回家娘，卖是干的。咱们娘们去老饼啊，耐着气的去做汤啊。红娘说的实情话，热的硬硬啊，烦的慌，不吃干的，不老饼啊，不吃鸡的，不吃汤啊，不吃干的别醋，不吃辣的别切姜。我管你不为别的事，西厢下院请上郎他要来了，红粉朵他要不来，与他争养，追不他言话得我挑开他那五经四书好文章。有个女帘，叠的墙，上一联，门将五只腿，四手里一寸就刻，下一联。